我看到未来的理念在变，从关心造好车到更关注人和关注用户的出行体验。我看到未来的格局也在变，走向全球的将不仅是产品，不仅是价值，更是新的价值观。我希望未来的长城汽车在变，用30年的积淀去迎接此刻的巨变。在企业命悬一线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命也悬在上面。我认为这是做企业应该有的诚意。没有退路，才见出路。